长官，你好，我有把警察双耳鸣。啥事？不是，我有把警察没有。哪个部分的？对俺好。俺好。你说嘛。一盘猪头肉。二两老白干。两盘花生米。三瓶小歪嘴。好，你就答对了，警察。好，要得。谢谢长官。小兵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有个事情要麻烦你哈。你就帮我打点哈，我婆娘刚刚发彩信，终于要生了，我要回去一趟。冒昧的问一下，长官，你出来打几年仗了啊？我结了婚就出来了，快三年了。恭喜长官。好的，就拜托你了哈。也是买点。哎呀，哪有啥子树叶挺好啊？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快点冲！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！哪个家？这个旧闸这个后座你还挂大呀？那个工程兵把这个铁丝给他下了，拿回去卖废铁。要得，这老子昏了！哎呀，有人没啊？快来救救我呀！像有人在喊呀！哎呀，是哪个去的？我去看看。哪个去的，长官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嘛，我是开飞机的，快点把我扶到飞机上去。也是，长官。长官，你吃啥好重？我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没事，应该的，长官。哎呦妈耶！我的位置，你顶。啥子？你的位置我听不到。你顶到我的位置了。哎呦，那不好意思，长官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好吧，没事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来，我把这个手术给你穿上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我现在很虚弱，我自己没法操作。你开得来飞机吧？我开不来呀，我以前在我这开个拖拉机的。这个跟拖拉机是差不多。来，你把我的手放到那个棒棒上去。好的吧，刚刚都在这儿，快到烟过去看哪个有没有人。烟婶糟了，敌人追上来了，快点用我的手拉这个棒棒。要得，老板吧。